有一名特别的支持者，是来自法国的美女博士生季朱莉。季朱莉就读台大国发研究所，专攻少数民族跟原住民政策。她说呢，是因为台湾的民主自由，才从中国转来台湾做研究。而对于蔡英文掀起的小猪热潮，让她印象深刻。让我们加油！看到法国美女博士生来听小音，支持者超开心，田妈妈还送了两条小音手机吊饰给她。来自法国南部的季朱莉，30岁，巴掌脸，还有一双灵活的大眼睛，外形甜美。在台大国发所攻读少数民族研究与原住民政策，她不会演挺绿，对小猪热潮也很感兴趣。做研究的时候，研究生都要比较中间的判断，所以我没有比较偏绿或者偏蓝。研究上面，当然我是个人就会比较自由的，强调自由这个部分，所以我会比较偏绿。之所以挺绿，是因为认同自由民主。季朱莉也是为此特地从中国转到台湾攻读博士。大陆跟台湾的差异性，最重要的是自由。台湾可以完全做研究，就是有一个很多freedom 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特别是读博士最重要的就是要一个完全的自由可以研究。季朱莉来台2年多，除了湿冷的天气让她不习惯，台湾的一切她都非常热爱。虽然是法国人，但爱台湾的心绝对不输台湾人。Bonjour à tous, je m'appelle Julie Coudert, je suis française et je voulais vous dire que j'aime beaucoup Taïwan et les Taïwanais. 民视新闻黄淳、陈嘉阳，新北市报道。